接着下来这位同学呢，他就是一直在走那种欧美臀的路线。嗯，那他呢也都喜欢穿裤子，但他穿很有弹性的裤子，对，所以永远都不会觉得说，哎，我变胖了，我变胖，或者是嗯，无时无刻都觉得我可以再吃，对，都在保持肚子饿的状态。来来，而且今天呢非常有诚意了，他带了一根茄子就来了，芋头，我觉得是芋头，芋头，是芋头，对耶。啊，像大家都知道我是运动时尚的代表啊，像刚刚老师有讲啊，今年就是流行这种粉色系啊，嗯，而且我们一定要穿龟周的啊。你敢穿这样走出去啊？当然啦，而且我这么弹跳，随时都可以瑜伽，有没有？一楼，哇，小心，二楼。二楼，对，哇，在等电梯的时候可以开始动了，在等电梯这样子。其实我在国外看到蛮多欧美女生都会直接穿这种雷公裤，对啊，很搭身啊，走在路上、啊，真的。逛街的时候就直接这样穿，他们都这样。可是有时候在路上看到女生这样，我都有不知道眼睛要放哪，很尴尬，对不对？对，看什么？我又没有露哪里，对啊，肚子就是再吸一下可以。第一。这里要无时无刻的对吸气啊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衣服，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就是你知道帮助我们一些些。对，再来我就要往下了，因为往上没不用讲，有啦，那行，往下哈，这里很容易挤肉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坐下来的时候，坐下，再来这一块地方，很尴尬，很害羞，内裤没有穿好，它也会有很内裤很明显，好，如果再加上生理期，你就会被怀疑有蛋蛋，哦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是让人最害羞的，对，我们有的时候在路上，好，也会觉得说要到底要看哪里，万一面对面。我坐在高铁，然后你站着，然后我是不是就一直面对着你？好害羞，是不是很尴尬？你觉得把外套啊，捷运也是啊，公车也这样子，哦，真的，欲盖弥彰，对，我会这样向后转，再来，这里，你看。让 K 啊，如果你常常穿这种裤子要走出去的人，麻烦你可以像他一样哦，穿这种无痕裤还蛮好看的哦。对，我最害怕女生就是会有那个内裤这样子，勒痕就会变成四个屁股。对，其实我没有很鼓励女生哈把 legging。直接这样穿到外面当外出服，因为以前我们节目里面就讲过好几次，对 legging 它的设计呢其实是内搭的，所以中文为什么翻译成内搭裤？如果再加一个小短裤呢？我接下来有时候还会再加一个，会比较好，可是过时了。姐看到他吓一跳，没有人认出了他谁耶？对，是来救火的吗？他是谁？请看，他是凤梨妹。大家还记得刚刚有一位茄子女吗？芋头姐吗？我一直觉得对，刚刚那个芋头姐比较像茄子姐。你看，同样是运动风啊，但是我是不是给她改造的比较有态度？是不是？今年如果大家要穿运动风，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，运动风不代表你穿起来要像运动员。所以呢，我给她的那个运动风的感觉是用那种剪裁的元素啊去呈现。那这个蓝色跟白色的拼接呢，它跑到下半身的部分，它用条纹去呈现，所以这种比较宽版的时装的感觉，再加上这个外套它本身也是有一点点落肩的效果，它就会呈现一种80年代、90年代的复古风，好好看。对，它里面就可以穿比较正式一点点的衬衫，衬衫也可以，这个不是衬衫，这个是有一点点，它是用衬衫布哦，这个摸起来它的面料是衬衫布，比较挺的。啊，然后呢，这叫半高领或微高领，它锁骨是看不到的，锁骨看不到，被遮住了，老师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我们让你看其他的地方好不好？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高起来的地方呢，它会带有一点流行感跟正式感啊，所以利用里面是比较正式的单品。那如果你不穿这个，你也可以穿白色衬衫。因为衬衫去综合掉过度运动员的感觉，才会变得比较时尚。好，然后呢，一样给他一个比较时髦潮流感的墨镜，你就看起来睡着了。我认真在看那个眼镜，看起来是有态度的啦。就不讲话会觉得这个人蛮有态度。他可以讲，他睡。然后呢，他的耳环呢也是用这种几何的线条，镂空几何，所以跟佩仪姐比起来，他是比较潮流的。比较有个性的，个性的。那另外比较好玩是这个包包，凤梨，凤梨。对，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水果嘛，你怎么知道？
或者食物，对，刚刚说偶尔茄子，再来一点凤梨，我觉得夏天凤梨 OK 啦，对啊，对，所以你看这个，它是用编织的方式，再加上铆钉，做出这种凤梨的线条，然后呢，上面仔细看哦，还有两个小瓢虫，小瓢虫的徽章。这个凤梨的那个上面的叶子，就有些运动品牌今年就推出很多，比较可以斜背的这种腰包哦。那像这个是东京系列，就是跟东京只有台湾跟东京买，日本买得到。像这个地方的抽绳呢，它都可以做那个高低的这个调节，所以男生女生其实都可以买。然后墨镜的话，就是今年有很多比较跳的颜色。你看是不是我右手这一只是不是又说不出它什么颜色？对，这就有一点绿绿，雾霾的绿绿，雾霾雾霾的绿，这个就很适合思敏现在的那个。哇，就整个是外透。对啊，如果要运动风，紫心有今年超多选择的，就是它是比较有个性的上架拼接。哦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它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牌子哦。那它下面就是有一点点宽版的这个宽裤，然后上半身呢？这个正面它是做成箱型剪裁的这个卫衣的感觉，可是在背面你看它做了好多切割的线条，所以你这个你也可以分开来穿，或者是一起穿，是非常的有态度。在跑步机上面也不一样的感觉，这个不要去运动了，这不能运动，只是运动风的运动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也只是运动前拍照去。哦哦哦，对，或者像这一套，这个就是跟它这也整套啊，漂亮，贵州哎，对，或者是像这个。也是绿色，哇，这个哇，这可以打开吗？对，这个也是那个老佛爷的牌子，那个有些超模啊 ，IG 上超模其实都是这样子，对，因为他的身形啊，我觉得可以选择这种无限延伸的，对啊，这画纹，这是不是一直看一直看里面会有强迫症吗？会有活像，所以记得哦，如果你穿这么花俏的哦，里面的衣服搭配一定要干净，素一点，不是素黑就是素白，好，不要再穿其他的颜色或图案，要不然人家真的觉得你不会搭配。然后再來就是底下你会看到。我看也有点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久了？就里面它的线感觉要测试，压力很大的运动哦。底下它的 cutting 呢，其实是比较像时装的西装裤，它不是运动，那就不会运动裤的感觉。对，那如果说我们讲比较，哦，真的要去健身房啦。应该是像这样子比较时髦哦，对，这就像了。哎，对啦，我懂了，老师，因为它这个图案有这样，所以你那里比较不会明显。如果你在表面的设计上有很多切割破坏的那种组合，它就会修饰你的身形，对，不会让人家去聚焦某些对地方那个部位。对，所以你用夜安型的都看不出来，所以这个也比较适合视觉，对，打字打马赛克，对，别再穿成茄子出门了。衬衫布材质的上衣，落肩式的外套配上条纹运动裤，再背上一个可爱的凤梨包，不但潮又时尚，更是搭上了现在最流行的运动风哦。